阿姨，你准备何时回大泽山拿望念笛啊？我要再好好想想。你一直想着帮古晋找回情思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一点线索了，你怎么又犹豫了呀？因为我感觉这段感情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，大泽山的师兄们也不支持，恐怕他们不会给我忘念笛的。这就是你们的诚意，贤妻，岂为妖界太甚？蓝风帝君，此事前因后果尚不明确，究竟为何要查明之后才能有定论？若是有人故意想要挑起仙妖争端，我们岂不是正中人下怀？这种种迹象看来，这阿音似乎脱不了干系啊。同仇神使，这护灵剑上灵气充沛，阿音不过一个小小的仙手，若真想对护灵剑做手脚，岂不是早就被剑上灵气所噬？天机关带人来抓阿音了。我，护灵剑爆炸，将山皇真意直骨毁了。什么？